临近年关，你准备年货了吗？之前热闹的潍坊，充满烟火气的潍坊又回来了。过了腊八之后呢，年味的气息是越来越浓了。那今天记者来到了南下河市场，带你感受一下具有独特烟火气味的潍坊。姐，你是打算过来买点什么东西啊？买虾。啊，买虾。嗯。啊，那您现在是准备年货了吗？嗯，对。太多了啊！那这个价格有没有什么影响？价格没什么变动啊，现在都不忙，所以价格吧比较稳定啊。扇贝，批发价4块，生蚝批发价6块，田螺3块，海蜇，5块5，海虹2块5。应该就是元旦之前吧，元旦之前就能感觉出人流量比以前多了。如果卖5块钱左右的东西的话，就是说去年就能卖4块钱左右的东西，能上涨个20%吧。今年的水果就是比往年要高。